啊，再七条鱼一一就钓完全部的鱼了，真是天才小钓手。我，哇，怎么跳到外面去啊？会很烫吗？嗯，因为要煮熟，鱼很冰，鱼会冰吧？阿爸，你有看过，你有看过玉米很冰吗？有啊。有。要伸到它嘴巴里。哦，这几只鱼都很聪明耶。嗯。哦。可以让它钓完。要钓有点难度哈，我咬到了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剩下最后这两只鱼，剩下两只。对啊，你看，哇，你这个钓满满的鱼，哦，噔噔噔，很专心，加油。哎呦，差一点点！哎呦，神奇小钓手！哎呀耶！妈妈，哇，钓完了，钓很多。嗯，你看，哇，全部钓完了。你看，哇，哇，全部都没有鱼啊。对啊，忘记了。要放回去。我因为我要去。啊。这个怎么是绿色很长？对呀、啊。